好，现在为大家呈现的是2020超级王者战的比赛，我们的解说嘉宾是死神方便。大家好，我是方便。好，这场比赛啊，是精英对阵方飞达。哎，大家对于这两位明星选手其实都不陌生了。对，好，精英今年呈现的竞技状态非常的好，无论是心理还是战术，哇，真上来，精英上来确实是火力全开，现在是不是想继续前两轮的那样的一个势头？哇，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精英是点胜朱帅，在第二轮他是 TKO 了赵忠阳。对，而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方飞达是 TKO 了赵忠阳。目前呢，赵忠阳是因伤退赛弃权了。对，那么前置拳有命中。他和朱帅的那场比赛就是朱帅判定获胜了。那朱帅与方飞达的比赛呢，将在8月5号进行。哎呦，太紧张了，这个真的不知道哪一拳就可能会结束比赛。对，方飞达还能不能放，不能放松啊？对。因为可以看出来，这个精英极度的这种对于比赛的胜利的这种渴望，对，能够看得出来，能够感觉出来，尤其是比赛一上来就是这种火力全开，是，可见前两场比赛的胜利对他这种自信心的提升，对吧？是很大的。我觉得对于精英来说是一种蜕变啊。这个时候，这个时候方飞达太被动了，这个时候。但是方飞达还是不能够慌的，他要稳住。所以赛前我预测这个精英一定会这个火力全开，给对方制造很大的这个压力。他一定会学就是曾经战胜过这个方飞达的这个沃斯奇，丹尼斯沃斯奇啊，那种进攻的方法。今天你看精英确实是，对，我们超级王者战也是丹尼斯沃斯奇啊，还有法布里啊，他们都非常关注。而且丹尼斯沃斯奇呢，曾经和方飞达和精英和朱帅都有过交手，他是比较看好方飞达的。好，这个时候方飞达慢慢的适应了精英的这种节奏。对现在这个稍微的放缓节奏，然后精英可能也要稍微调整一下，因为确实如果这样进攻的话，对于体能的要求太大。对，哇，还有10秒，最后10秒。最后结束。方飞达这一轮的表现还真有点像他第一轮和赵忠阳的比赛。对，就刚开始他先被赵忠阳对给了一个读秒，然后慢慢的再去进入到这个比赛的状态当中。精英还是继续这种强劲的势头，他的这种进攻的节奏以及出动作的这种频率和密度，确实是现在精英真的是蜕变了，但是对体能的要求也很高。对，观看更多武林风精彩内容，可进入联通 IPTV 推荐首页格斗健身专区。第二回合，第二回合的比赛。我们听到这个精英的助理教练在说，要把节奏带起来。因为这个启动速度快，打法灵活是精英的特点。对。尤其作为方飞达，今天要想赢得比赛，还是要紧张起来，然后抓对方的这种漏洞。对。做好防守。
啊，精英这个时候能感觉到第一回合这个火力全开，可能对他的这个体能也是消耗的稍微有点快。对，嗯，啊，这个是方飞达慢慢的进入状态了，开始主动进攻了。来信心了啊！方飞达这个时候能够显现出他拳法上面的优势了。对，就方飞达毕竟是内战强人嘛，他曾经赢过赵重阳、林强邦、王志伟等等，而且多数是以 KO 取胜的。对，所以说、要想在第一回合拿下他，还真没那么容易。是，所以精英还是要稳一点啊。哎，精英抓的反击不错啊！好的，又被对方抓反击了。哎，这个势头完全逆转了啊！哎，我觉得只有这个方飞达用这样的战术是对的。对。对吧？我就不给你这种火力全开的这种距离。是。哎呦！叫忽悠命中、啊。对。真的是。方飞达的他的缺点在于他的这个防守的拳拿的并不是特别高，这样的话非常容易吃对方的反击啊，又是就当你打完拳以后你的防守拿不起来的话，很容易被对方抓反击。精英这个时候就抓这样的反击，啊，一看又是反应，又是反击，对不对？所以方飞达打完以后还是要啊原地的顶膝。交回周世苗。其实这个时候能感觉到谁先出动作谁就会占得一点点先机。对，真的，尤其是这个第二回合精英的体能稍微下降了一些，就第一回合拼得太厉害了。对，拼得太厉害了、那第二回合其实双方都有命中。对、所以第二回合结束之后就觉得接下来的比赛有看头了，有看头了。就是我们在第三回合我所担心的就是方飞达在第三回合的这种体能的储备够不够。对，相对于精英来说我觉得他的体能还是挺不错的。是，你看两个回合打完之后在局间休息的时候我们能够感觉到运动员的心理的紧张的状态。是，精英直接拿着一瓶那个矿泉水往身上泼，对，让自己冷静下来。对，精英如果想赢得这场比赛的话还是要从这个频率上面，就是自己的风格就是这样，就是输出的频率上面还是要多一些，就是不能等，如果等对方的话，因为方飞达的他的抓拳的这种启动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对，好，这个时候方飞达步伐跳起来了，就是随着精英战胜了朱帅，战胜了赵青阳之后，他对这场比赛的胜利就显得更加的渴望。对，就精英也说比较自信的说，就是我希望能够三轮都能拿到比赛胜利，一轮我都不想让，所以可见他的这个自信。对，但希望这种是动力不是压力。对，有时候想的方飞达有时候想的多了反倒成为一种负担，会影响到他的发挥。对，前次拳有命中，两个人现在集中的火力都放在了拳法上面。哦哟，这个护指掉了哈，掉了。
这个时候是这样的节奏是方威达的节奏啊，对，他的虚晃的拳法的节奏。金英现在是受体能的影响，是，拼的没有那么的猛，但还是要调整一下，不要进入到对方的节奏当中。哎呦，这个拳有命中啊，金英还是要积极主动。这一场比赛如果想获胜的话，还是要积极主动，是不能给对方这种进攻的时间，还是要提前发起进攻。哎呦，这个迎接。这个时候突然出腿，哇！接得帅。好，最后比赛所剩的时间不多了。走！哦，这个护士又脱落了，可见其实体能下降到一定程度。体能下降的比较厉害了。从另外一侧反应到，对，拼一下，最后一点点时间，最后的时间，好的，哇，太紧张了，我觉得。两个人其实都非常的重视对方，能够看得出来。对，所以这场比赛太精彩了。对，而且这场比赛方飞达也是必须要拿下的，如果没有拿下的话，就没有机会了。对，精英看一看能不能兑现自己的承诺。能不能三场比赛全部拿下？方威达确实是非常容易吃反击。我们看到慢镜头回放，尤其是方威达打完拳法的时候，他的防守做的就不是特别到位了。对，哎，这个时候精英抓的这个反击的时机抓得非常好。是他反应也够快的。是精英的反应也够快的，这就是经验哈，一场一场比赛累积下来的这种经验啊。两位，现在结果已经在我手上了啊，已经在我手上了。其实我特别急切的想看到，但是我又不敢看到。两位都是我们大家都非常喜爱的年轻人，一路成长，一路进步。今天晋级之路，我们所有人共同期待，共同见证。这个结果还是要公布嘛？来吧。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一号裁判30-28，二号裁判29-28，三号裁判30-27，比赛结果，红方胜。